是一家素食的平价意大利面店，都70、80，天哪，这什么价格？我是在天龙国活太久啊。嗯，看到你们的 slogan 好像是什么健康是我们的坚持。对，我们的坚持，唯一坚持。大家好，我是曼曼。你若想要知影更较侪素食的代志，也是倒位有好食素食的物件，记得帮我点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叮叮。嗨，我是曼曼。大家都知道台中是一个美食天堂，那有大餐厅，当然就有文青小店啦。我现在人在台中的南区美村南路上，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伟士牌的机车？有没有文青？够不够复古啊？而且重点是，它是一家素食的平价意大利面店，都70、80，天哪，这什么价格？我是在天龙国活太久啊！哎，老板，老板，我要点餐，请问我可以怎么点啊？我们点餐方式是先选面，然后再是选酱，最后是看要不要加配菜。哦，就是这样自由配的概念。没错。好特别哦。那我要螺旋面。好。然后，哎，请问它的酱料都是全素还是蛋奶素？哦，我们全部都是做全素的。那我要一个豆奶白。好。然后再来就是点菜嘛。哎，菜我是可以无限点吗？对，可以无限点。真的吗？那么好，那我要100份红喜菇。那不好意思啊，那我们今天可能就要休息了。当老板，老板没有啊，老板在这里经营已经很佛心了，就是他一份卖那么便宜，我就善良一点。那我要一份红喜菇，一份玉米笋，一份青花菜。好，没问题。谢谢老板。书哎，因为老板他说啊，他的红酱不只有番茄哦，还有甜菜根。那甜菜根里面呢，它有满满的甜菜苷色素，就是草字头的那个苷。那对人的身体其实是很好的，就是可以抗氧化。所以老板他经营这家店的宗旨，其实健康占很大的一部分。再来吃吃看他的这个酱加上蘑菇。酸酸甜甜的，我觉得这一份 CP 值很高哎。好，我现在吃完甜菜红了，然后我要吃另外一道，就是我点的豆奶白。这一道我是点螺旋面。嗯，真的豆奶味好浓郁哦。这样的白酱居然是 vegan 全素的，好好奇老板是怎么做的。老板，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没问题啊。你这个白酱怎么做的、啊？好厉害哦，还是全素的？哦，我们是用新鲜的豆浆，然后再加上燕麦奶。燕麦奶？对。哇，你用那么高级的东西，因为燕麦奶我记得蛮贵的。稍微成本稍微高一点、嗯，但是因为我们是以健康方面为出发点，哦，所以这一点成本是没关系的。哇，因为我看到你们的 slogan 好像是什么？健康是我们的坚持，对，我们的坚持，唯一坚持。好感动哦！可是你怎么会想要做全素的、啊？因为这种就是一般的比较小摊贩很少做全素，我看几乎都是餐厅到餐厅才吃得到全素的奶酱。对。哇、当初在跟我朋友在讨论要开始这个小摊子的时候，让他爸就是有说一句说。为什么我们不用走健康一点的路线，可能可以做个素食类大的面酱？这个想法让我有点意外，但是又很新鲜，然后我想说可以试试看。像你刚刚这样讲，这个摊子一般这种小摊子很少会做素食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来素食为出发点，这样对，出发点，然后可以做个健康的素食类意大利面。就因为朋友爸爸一句话，就让他茅塞顿开。然后就调配出这样子的白酱，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像我刚刚说的，一般都要走进餐厅才吃得到 vegan 的白酱，但是像这样平价的白酱非常难得，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经济能力能够吃可能两三百块以上的价格的意大利面，然后像这样子价位的 vegan 意大利面，我觉得很难得可贵，我自己很感动，所以非常谢谢老板，就是研发这样子的东西，就让更多人有机会尝试 vegan 的饮食，谢谢老板。然后如果大家有来台中，一定不能错过这一家超级平价的素食意大利面，谢谢老板，谢谢。